饭可以吗？可以，去吧。好的，我戴上帽子。嗯，去吧。哎呀，好的，去吧。好啦。嗯，去吧。你我妈前几天给那个金毛小狗做的那个豆腐渣窝窝头吃光了。你现在又开始做什么狗粮？做菜。蔬菜狗粮。蔬菜。哎呀，这营养很全面啊。给它住住。没狗粮了，这是。前几天补充的是蛋白质，这几天是补充维生素。青菜里面含维生素比较多。你看你这三个大金毛，得多些吃呗。你将来给它洗干煮熟，吃去呗。洗干净了，切一下，把它切碎。把菜放在锅里。给它尝尝菜，这里有馍馍，有啥的，穿着吃都行。今天的菜比较多，来给它放点这个，这个叫麸子。这是我们那个吃大席的时候吃席剩的那个饭菜。看，还有肉块，看到没有？鸡肉块，哎，鸡肉块，开始给他们分配食物。看，就装那边扒，装那边扒。有菜，有肉，看这么一大块肉，好几个馍里头。哎，还有馒头，这也是一块肉，两块肉。这个肉多的给那个给小狗牛牛，不是给我赶走。那还有个舍得的，让舍得这是都差不多多的，你看哪个配的小。走了，哎呀，有菜有肉，慢慢的吃啊。把它肉掉了，掉了一块肉啊。哎，这饭它都是剩的钱，你知道。慢点吃啊！真是了，这都能喂一个大猪，喂屁的一般，一回都吃了，你看呢？你再让我吃吧，看这屁屁的多，它屁能大，你看屁屁。哎呀！你壮壮吃没了，这是壮壮那个屁能大。吃了了，吃干净了。咋的了？你一多带让给他了不？你爹在这不，他才不是啥的啊？还能吃？我也吃饱了，肚子也够饱了。你还管啥呢？那肚子鼓鼓的。老是看人家看着香，光看你碗里有肉。好，那你年纪大了，他吃的没？慢慢吃吧，弟弟，没人给你抢。你搁那边吧，搁那边人，你把他看见他的馋了。来，来。这两个家伙是个懂事儿。看。